啊，下次你就是说让叔叔逼着你吃一口，你吃了一口之后再吃第二口、第三口，一直逼你吃，然后你就突然爱上这个味道了。我跟你讲，吃火锅要来吃四川才正宗。对，哥姐们，就是我在这边的话，我自己在网上买的那个火锅底料，然后买了好大好大一箱呢，那我说了，你平时不吃。因为在这边买不到正宗的火锅底料。哎呀，天哪！你来说啊，我有点紧张呢。因为我来擦桌子，开直播的时候只能你那啥呀。我来擦桌子，家们，我来擦桌没子事，啊！我来。让白大哥收，我的天哪，我的老板，我的老板收桌子。我不还好，白大哥现在大家不认识他，如果一认识他，让公司的其他同事看到了哈，我的天哪，不知道怎么吐槽我。天哪，榴莲不能天天吃上火，哇，这个眼睛好帅！对，榴莲就是我发现那个上火的，白大哥就说那天他买了两个，然后给他开了嘛，开了有四盒，他说我买了两个放冰箱里，你然后你每天少吃一点哈，他说吃多了不行，结果我那个吃着吃着我就吃多了。还老板，就是我的老板呀，把这些在家你是老板，哎呦，怎么可能？哎呦喂，我现的在天最哪！近食物是我老板哈，家人们，我老板一块钱工资都发不了，怎么因为食物，家人们啊，我先给你们分享一个事情吧。食物今天损失了2000块钱，然后他还很伤心。现在跟你们聊天之后，我觉得他开心多了。刚刚吃了顿火锅，然后也好多了。主要是你特别很安慰人。如果换做以前在家里面，我可能闷闷不乐的，把那个被子就这样盖着。你今天起码有6个小时左右是闷闷不乐的，我都不知道你到底发生了啥，然后我一问才，原来我才知道是这么一个事。但是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是能看清，因为借钱这个东西吧，啊，家人们，你们有没有过借钱的经历啊？我问你们一个事情，你们有没有借钱给别人的经历？有的话扣个一，没有借过给别人钱，或者没有向别人借过钱的扣个二啊。因为我跟你们说一下食物这个故事吧，呵呵。不要再说了。哇，有，你还怎么还会收拾桌子啊？师傅你在说啥呢？我脸都红了。我最近几天我都不吃榴莲了，天天吃榴莲真的会上火的。最近我想不吃了，我昨天晚上睡前还吃了一大块，然后感觉睡觉的时候这里很干，知道吧？可能那个榴莲太火了，是不是？哇，这个月饼好好吃呀！这什么味道的？我今天吃的是白色有，的味钱道借不的。得，师傅就是因为借给最好的朋友啊，然后松茸的，啊，还有松茸月饼啊。我今天白天吃的那个是白色的，那个被你吃光了是吧？这个松茸的好吃。好吃啊，火锅更上火。借我的钱的时候，结果对，所以说我觉得借钱这个东西吧，是看人品，真的。每个人其实最开始，每个人都遇过这个经历吧。因为能借钱给你的人，你能借钱给别人，说明那人特别特别好。但是还钱的时候，就是你一直追着要那啥的时候就可能就不是那么回事了。就像十五今天出现的这个问题一样的啊，所以说不那啥，没有收回来，借不得啊。十五就是，而且是他们俩平时是最好的朋友，家人们。然后就因为2000块钱，然后十五问他要了一嘴，你不要再讲了，然后直接把他删了。不要再讲了，啊。求你了，不要再讲了，我不想在直播间说这些事情。好吧，那我不说了。
那说话没意思啊，家人们，你们看着食物有意思就对了，对不对？我刚刚说过很多话了，就是可能有一些家人们一直以来啊，我这么问一句话吧，就是有没有一直以来就是在看着我们直播，然后一直以来，哎呀，不要带节奏嘛。一直以来就是支持我们、鼓励我们，然后一直以来都就是我们老粉丝的啊，有没有？有的话全屏扣一个一啊，让大家看到一下好吗？然后有很多人一直没有给石头钱，说不是很紧张吗？啊，放心啊，家人们。不要站在这边了，求你了，要不让我朋友看到了不好。好好好，不说这个事了。不说这个事了，好吧？嗯，依，你看，其实有很多家人是一直知道我们的情况的，然后也很多家人也理解我，也谢谢你们一直以来支持和鼓励，好吧？嗯，还吃一个不？再吃一个这个其他味道的吧？还有什么味啊？嗯。我白天吃了四个，白天吃四个，今天白天吃了四个月饼，好不好吃吗？很好吃。你试一下，你试一下，我也吃一个，因为这个是那个朋友给我寄过来的，这个是云南这边的，就比较出名的，你再吃一个，那我给你打开。这什么味道的？嗯，这个是原味的。原味。嗯。它不像这个月饼，不好意思啊，家人们，因为我现在。我想饭后吃点东西嘛，主要是这个月饼不腻啊，以前那个吃的那饼月饼都很腻，这个月饼不腻，不酿人。我吃一个这个玫瑰的，我也吃一个，挺好吃的这个。哇，马上十万赞了。谢谢家人们，谢谢家人们，这个饼很好。这个是云腿。对。这个分量不错。哎，如果家人们现在在我们身边就好了，我就给大家吃这个月饼，因为这个月饼很好吃，它一点都不酿人。谢谢谢谢。是不酿，我特别喜欢看你们，谢谢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如果你们现在能在我们身边就好了，我们有什么好吃的都可以，哎，我一口你一口。哎，每天都想看我们直播的在不在呀？在的话打一个在字，好不好？好好，谢谢谢谢。不是牛年饼吧？不是，这是云腿月饼，咱们云南这边的，这个是原味。刚刚我吃了一个松茸的，因为云南这边嘛。吃的脸嘟嘟嘟的。在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真的非常非常开心，有你们在真好，家人们。拿什么呀？这上面有个大虫。大虫子。每个视频的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云南的月饼好吃，有人吃过吗？云南的月饼确实好吃。真不一样啊！这个月饼真好吃，真不错。那边月饼有点酿人，它这个就比较真材实料，噶没添加什么添加剂之类的，就直接现做。这个云腿小饼是云南这边出了名的，是吧？云腿小饼，是用那个火腿做的吗？有火腿，就是看它味道吧。哥们聊天好开心，谢谢家们，我们就你们有什么事都可以再打在公屏上，我们一起聊聊天的。这样吧，让师傅给大家唱首歌怎么样，家人们？你让师傅乐呵一下，很久没给大家开直播了，真的有好几天没给大家开直播了。它这个皮特别酥脆。你在讲这个，你一直跟他说这个好吃好吃，待会儿大家都万一都说要你怎么办呀？我没办法啊。因为现在中秋节了，马上都要吃月饼了。我们是提前吃了哈。这是我朋友寄过来的，到时候吃完再让他寄就行了。吃了两个，特别好吃。
好好好，唱点秦香月。嗯，每天都在找你的是吗？谢谢大家。亚满真的有很长时间画你，唱一首吧，小白子。嗯，哎，来老公看，喜欢看我们两个人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因为我们也最近真的不是不想给大家开直播，而是我们真的没办法。有些时候，第一点是去山里的话，我们就有时候没信号的话没办法直播；第二点是回家有时候比较晚，晚的时候呢太晚的话也影响大家休息，对不对？然后嗯，上10万了，哇，谢谢谢谢。然后我们每次嗯。我有事的时候，十五自己，云南月饼很出名。你俩也善的月饼在直播间卖一点，那个月饼是他们朋友做的，然后给寄过来的，不是那种做生意的人。对，这个月饼不是那种。他就吃的就比较好吃，没有什么添加剂啊之类的。不是青春豆，是那个吃榴莲吃上火了，没事。明天泡点那些，明天泡点，这样说不行吗？不行不行不行。明天泡点那些喝就可以了。明天泡点，没事的。鲜花饼也好吃，对云南这边的特色嘛。嗯。他朋友做的就比较好吃，也放心嘛。不然的话，外面万一给你弄什么食材，弄那些不好的材料在里面，大家吃不出来的。所以说自己就是说朋友啊亲人啊做出来的吃着也放心安心嘛。嗯，所以我今天白天吃了好多好多个，吃了好多好多个，明天继续吃是吧？嗯，吃完了让他寄就行了。好，到时候中秋节让他再多寄几盒过来，他本来就是那个搞月饼的。嗯，泡点那个雪太菊喝就好了，没事，有卖吗？他应该不卖哈。我没问过，家人们没问过，不知道。你们应该都买了月饼了吧？这中秋节快到了，不过也还有十几天。现在我家还有云南月饼，对，云南月饼比较好吃。云南这边云腿小饼是很出名的，云南的月饼是整个中国都比较出名的。他每次中秋的时候要发到全国各个地方去。嗯，你看，他就这样的云腿小饼，云南故事不止七彩。他这个还可以，哎呀，家们，如果你们现在在我们身边就好了，我就可以。哎呀，我吃一个，然后我们一人吃一个，就这样。哦，这个是玫瑰味的，玫瑰味的，有松茸味的，他拿的过来的。不要看了，待会儿大家都说想要，你真的没办法，好吧？不给家们看了啊，因为待会儿家们想要。我们跟大家聊聊天，聊聊天，好。好。嗯。云南回春月饼好吃，对对对，好吃。对，就是这边很出名。不好意思啊，家人，我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想我要20箱。我天！对，你说的很对，因为这边月饼比较好吃嘛，就没有添加什么添加剂之类的。这样吧，要不然我家人们哈，那这样子，有没有想要月饼的？如果有想要的，打个响字在公屏上，然后我看有多少人，我马上打个电话问一下，我问一下他能不能做这个，然后我对你下门抢嘛哥，他反正他那。他可以对，这个是我朋友给我寄过来吃的，然后他有很多种，就是那种的，他可以推广一下他的自己的东西啊。嗯、对, 对吧，那么好吃的不拿来卖不可惜吗？想想不然拿来送，我要、嗯、想想，你要不打个电话问一下嘛。嗯，那我打个电话问一下吧，家人们，这样子啊，我打电话问一下。我在云南昆明住了5年、嗯、对云南的那个云南的鲜花饼呀、月饼呀、火腿月饼啊，这些都很出名。嗯、想要这是他朋友做来给我们吃的，你问一下嘛。这样吧，我马上打个电话问一下老家人们啊。谢谢喽。你在直播间不能打电话，我过去电脑吧。好，直播间不能打电话，白大哥过去打。主要是。你家们有没有？我就发自内心的说，以前就是我感觉吃一个月饼我就感觉很腻，哎，自从来了云南这边，我发现我现在吃了一顿火锅之后，我吃2颗3颗，然后白天也吃很多，我就感觉不腻，就感觉真材实料吧，吃着那种嘴巴里面，吃着心里面，胃里面就感觉很舒服的那种感觉，所以我才说这个月饼很好吃，想要鲜花月饼，嗯，我拿的这个就是玫瑰味的。
他就是放了一点玫瑰，然后跟云腿一起的。我打开一个吃给大家。鲜花，只是说他自己给我们做的，然后白大哥拿过来让我跟爸爸一起吃。看一下，哇，这个好，它就这么小小的，你看，看看这里面还有鲜花，还有云腿，反正就是很厚实，很实在。就是我上那个啥是，就是。白大哥在打电话。你可别吃了，这个月饼真的不腻家了。因为就我们不是在看直播嘛，然后大家很多我的那个粉丝家人都分享这个东西。白大哥在打电话。还吃，这个真的不腻呀，渣们。这边三个组合就是138是吗？三个组合138，能不能便宜点？我们这儿很多粉丝想要的。他在打电话。不甜的，他是咸的，不甜。不是甜味。这是咸味，因为这是云腿嘛，云腿。啊。我粉丝很多，周边也到了，你帮你相当于帮你做宣传，你便宜点嘛，对不对？家人们，你们有没有听得见白大哥在打电话的？有没有听得见？有没有听得见他打电话？听见他打电话不？我让他到边上去打哈，因为。我怕上链接，现在上不了哈，得问了才知道。我跟白大哥让他远一点打。啊，行，好，可以吗？不然的话。可以啊。啊，可以。白大哥，你打电话都听得见了。啊。我在这边打这个，家人们哈，我给你们问了一下，能搞定了啊，能搞定了。但是这个东西，我跟你们说一下吧。就是他说的这个价格哈，我先给你们说一下这个月饼，因为现在中秋节到了，他们都做不过来，然后我说我这边需要那什么一点，你要给我匀一点过来，然后这个是需要现做，可能发货的话就是可能要等两天左右才能发货，如果你们能接受的话打一个能字，不能的话就不能，然后我就不上了啊，如果能接受的话我就跟他说，然后就让他我们这边有多少单。待会儿上来之后有多少单，我就直接让他马上去安排就可以了啊。他只能现做啊。对，只能现做，这个东西只能现做，因为可能要两天时间才能给大家发货。如果能的话，就打一个能字哈，因为他这个，因为最近在马上中秋节了，他那儿订的各个那个单量是非常非常大的，所以说他每天进的那个就不一样啊。能，啊能的话那就行，因为我刚刚打了，然后他这个情况是这样子的，这样吧，我给你们看一下吧。他拿过来的，他是这样子的哈，就是这么一盒啊，云腿小饼，云南非常非常出名的啊，月饼，云腿小饼，这么一盒里面是有，是有几个来着？八个好像是吧？是有八个，就比如说这个是松茸口味的八个啊，这里面是一个一个装起来的八个，它不像那个啊，因为做的是实在。家人们，我给你们说一下哈，它里面是八个，看到没有？我拿了两个出来啊，这个是里面就是刚刚每一个的话就是15吃的那个，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口味？还有多个，有一个那个其他味道的没有？还有一个什么口味？我吃完了。就这个哈，还有一个是这个是经典原味的哈，原味的，然后也给大家看一下吧，因为中秋节到了，我给大家，因为大家都说想要，那我就给大家上这个东西哈，就是我刚刚打的电话啊，这个里面也有八个啊，然后这个口味也是什么？这个是玫瑰味啊，家人们，这里就有玫瑰味的啊，玫瑰味啊，这个里面也是八个啊，就是每一盒里面八个，然后是这样子的，他给我是这样子的哈，但是我得给他确定一下，他给我是这样子的哈，一盒就是这么三盒，然后加这么一个礼袋啊，四盒吧，他拿过来的时候三盒、哦、啊，三盒，然后这样子哈，放这样子。这样子一个礼袋，就是三种口味，这个是云腿小饼啊，云腿小饼，然后就是在这边它非常非常出名的，你包括就是自己拿来吃或者送人，我给你们先讲清楚。他拿过来是、啊？对，他拿过来是这样子的，然后三盒，他跟我说多少钱？他说是138，
然后我跟他说我们这儿量大，你能不能少一点？然后我说就是因为我们粉丝家人们都想要这个东西，你中秋节快到了，哎，我们俩这种关系在这儿。他说这个最便宜就是118，能给到大家。嗯，云腿的这个全是啊，就是松茸口味，然后经典原味，原味就是云腿的哈。然后那个，然后这个是玫瑰口味啊，家人们，因为这个月饼的话就是中秋节到了，马上人人都想要，它就是一盒里面就是这样子的啊，然后这样装在这个里面啊。3824，118，你们能不能接受？然后这样吧，我马上打个电话问他一下，能不能再搞定一个问题。我觉得他可以再加一个，嗯，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好事成双，两双脸。一对一对的才好，嗯，就这样，对，就是这样一对，然后这样又一对，这样的才好。因为他装进来的时候三，你让我晚上我过去再打个电话啊，家人们稍等一下啊，想要月饼的稍等一下，我再打个电话啊，因为这个不是我朋友在刚刚寄过来，然后我们说到这个，大家很想要这个东西，不，然后我晚上打个电话，好吧？白大哥，嗯，你跟他说一下，可不可以你再给我们叔叔阿姨们再要一盒，就是四盒，然后价格再优惠一点。因为他是138，就是平时他最近一直在做那个。他跟我说的是138是给那些就是批他的价格，他这些在市面上是卖168、178的，然后他138是三盒是批给那个的价格，他刚刚跟我说我们俩这段关系，他说118，然后我看你再让他少一点嘛，反正你们都好朋友嘛，好朋友之间谁亏一点就无所谓吧。稍等一下啊，袋上面写的四个，对，那个好朋友之间，那个兄弟之间，你亏我亏的应该没。然后这样嘛，那个袋子上都写的四味，云腿四味，他拿过来就只有三个味道，就只有三个味道。哦喂。就这样，他这样拿过来的。你那个礼袋上面写的是四个味道，怎么给我们拿的是三个味道呢？对啊，只给我们拿了三个味道。哦，现在只能做。然后给我们拿了三盒，他说中秋节嘛，提前给我们送礼物。啊，现在只能做三个，只有三个味道是吧？等一下啊，等那个问了。那啥的。哎，那你想办法给我搞一个那个其他味道的行不行？就搞一个其他味道的行不行？保质期多长时间啊？就118了，你不要看一下。我看一下啊，它这个是现做的。你再给我加一盒。保质期45天。45天，家人们，45天。因为这种现做的嘛，它没有加什么。没有弄什么防腐剂在里面，你们打开都可以看得见，没有任何防腐剂，所以说它可能保质期可能有点短，只有45天。要吃就要吃现做的，新鲜的才好吃。那个加放那个防腐剂，添加防腐剂在里面的话，家人们不建议大家去吃。一盒几个？一盒八个，3824，24。哎，对对对，好嘞，它全是火腿的，嗯，这是火腿，这云腿玫瑰味，云腿原味，云腿松茸味。家人们哈，这样子哈，我搞定了哈，这个他说的是云腿四味，但是有一个现在他们没办法做，因为那个被定了那什么，然后他说要四盒的话就是158，我说一定要想办法那什么，然后他说那就按照四盒是138的价格给我们，最终现在一盒32个嘛，嗯，就一大盒有32个，四八。对，这个一盒里面有是，一盒里面是那啥，现在家人们哈，现在是这样子的，来，师傅你把这个你来拿着。那这个分量很足哦。对，这个哈，现在是这样子的啊，这样子的，他给我们三盒是118，刚刚他给我说的那个价格，然后现在我给他说了。118这个价格上基础上再加一个，我给我朋友要了一个，就相当于是两盒原味的，一盒松茸的，一盒那个玫瑰的啊，一盒玫瑰的，118四盒啊，118四盒啊，然后我们就32个，对，一盒里面是有8个，总共就是32个月饼，32个云腿小饼啊，这个云南的云腿小饼非常非常出名的，那一个才投多少钱呀？4块都不到。一般就刚刚15哈，他吃了非常非常多个哈，就相当于现在哈，就是一盒里面有4个啊，我打了电话的，118啊，118
可以成交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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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吗？可以的话打一个可以，然后我就给大家上哈，因为这个东西不是我这儿没有，我不做月饼，是我朋友给我寄过来的。刚刚很多家人说想要这个东西，然后我就把这个刚打了电话问了一下，他也能有办法做，但是有一点前提啊，刚刚很多家人也说能了，对不对？因为需要现做啊，要两天。啊，要两天，所以两天左右才能做出来，然后才能给大家发货。因为这个是要做新鲜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太便宜了。对，他这个本来是三盒都是138，他说刚刚加了一盒的话就是158是批发价，然后我现在给他说的是118，是倒数四盒，家人们啊。但我觉得为什么可以呢？因为就是说，白总的以前就是说公司里面的那种就是说。礼盒包装的月饼哈，里面只有五六个，然后卖到了100块钱了。嗯，然后这个的话就实打实的，就很实在。嗯，里面32个一盒。对，32个哈。这样吧，中秋节不是马上到了吗？然后这样吧，这个月饼的话，本来这个价格哈已经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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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划算了。我那个朋友已经说了，这四盒就是因为我们有生意上的往来，其他方面的往来，他才说118给我就给我吧，就多给了一盒原味，本来是只有三盒的，现在相当于多给了一盒，总共是四盒哈，给大家看一下。然后这样子啊，家人们，中秋节马上要到了，然后小白在这个地方这样子吧，我们全屏打一波团团圆圆啊，然后再打一个长长久久，好不好？团团圆圆打一波，再打一波长长久久，这样子，小白这样子吧。确定了啊，这个的话我也没办法请大家吃，然后这样子，因为这个朋友的价格已经非常非常优惠了啊，能给大家上。然后这样子118是确定了的，118是确定了的，本来是他说就是158加一盒过去是158，158，然后今天是这样子，家们是这样的哈，团团圆圆，我给你们长长久久这样掰开看一下。对，这样吧，全屏打一波长长久久，这样子哈，你看满满的那个肉，满满的云腿，它就是全是云腿的，只不过它味道不一样，云腿原味、云腿松茸味、云腿玫瑰味。对，相当于是两盒原味的了。这个我这一盒是我要过来的，这一盒相当于是我要过来的，家人们。全是云腿，长长久久，长长久久，这样子吧，打个长长久久，家人们啊，这个中秋节不是到了吗？然后马上大家都需要月饼，这个你图一个吉利数字吧。小白呢，他118，我那个朋友已经确定了。然后小白呢，在这个地方也稍稍补贴一点啊，就这样子吧，我也意思一下，然后我就99给大家上一个吧，好不好？我就99给大家上，然后你们就到时候到手就是四盒，好吧？然后我希望全屏把长长久久刷起来，我希望我们所有人一起长长久久。然后月饼，这中秋节马上到了，大家家家户户都需要吃月饼，包括你送礼也好，然后怎么都好啊，都可以的。这个云南的云腿小饼是非常非常出名的哈，家人们啊。对，全屏在打长长久久，长长久久 ，OK， 长长久久，这样子吧哈，那我就马上做个链接，99.9给大家上哈，99.9啊，99.9，对，99.9啊，家人们自己拼好手速啊，准备好手速，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已经上了哈，家人们，99.9到手是这四盒，好吧，自己去抢一下，我这个朋友已经答应了118，但是我这个的话就已经给大家说了，就是99.9啊，四盒，好吧？师傅吃了四个月饼了，因为这个月饼就是说它不量人，你们放心，你们拿回家了，你们都要吃一两个、两三个的，它不像你以前你们在那种工厂或者那种公司什么各种，你们买那种月饼的话，你吃一个你就感觉很量人，哎，吃不下了，不会这样的哈。我今晚吃了火锅，吃了四个月饼的，因为它这个月饼就是说。刚刚这我放在这儿的，你们可以看一下，它就是满满的那个，你看云腿，你看，看到没有，家人们，我不打雷了，看到没有，非常好的。再给大家强调一遍哈，家人们哈，因为这个东西哈，刚刚是这样子的，有肉吃吗？是的，因为它是云腿的。前面哈，前面这个是三盒，然后那个我朋友是这样子加一个礼袋啊，加一个礼袋，一个松茸味，一个这个原味。非常好吃，然后这个是要到了吗？一个是玫瑰味啊，一个是玫瑰味，三个口味给我们拿多少钱？三个口味拿的是，是不是？三个口味给我们拿的是118，然后刚刚这一盒又加了一盒原味啊，又加了一盒原味，然后总共就是四盒放在这个里面啊，这个总共就四盒啊，这个礼袋加上去，然后大家到时候可以送人呀，自己吃呀，怎么都可以的哈。就这样提，就这样提过去。中秋节快乐！对，吓死了。然后本来我那个朋友说了118这个价格他永远做不出来的，然后他说是四盒的话就是158，然后今天
118我跟他谈下来，因为我们有其他生意上的往来啊，他也给我寄来这个，然后我跟他说了的话他也松口了，118到手4盒。然后今天因为我喜欢99这个数字嘛，我们希望我们所有人一起长长久久，中秋节的话团团圆圆，我们长长久久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是99.9给大家啊。你看这个是云腿小饼，然后是玫瑰风味的哈，玫瑰味的，这个是发几盒，一盒有几个，家人们是这样的，一盒里面有8个，然后是4盒，总共是4盒啊，4盒，2盒原味的，2盒红色的，然后1盒这个，1盒松茸味的，1盒鲜玫瑰味的啊，总共4盒，32。